你好，你好，陈女士你好。现在这次的画展呢，我看到的是你的画呢，就是非常阳光的，非常阳光，就是代表着很活的那个这磁场。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幅画是哪一年的画呢？这幅画就是2016年的。哦，就是去年的画。去年刚刚画的。对。然后，但是你画的心是怎么想的？为什么要画这样这么多动物在集中在一起？我觉得动物也是带来人的喜乐。喜乐，对对对，他们的喜怒哀乐就会呈现出来。对。所以你把他们的生态，就那个神态，就是把有一个都表现出来。有鸡啊，有这个，还有猪啊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马，这只马的。角落头那个是什么？兔子吗？兔子啊，兔子。哦，那这个今年是鸡年，那当然是一定要有鸡啊。所以这个呈现的非常的鲜艳的一幅画。好，那我们看看这一幅在这里，就是您画的这幅画是在哪一个地方？哦，印象空间。想到哪里就画哪里，那就是属于这个你个人的或者创意部分。所以，他们都很舒服的就在游泳，放松 ，relaxing， 是吧？所以，就要学习放松。对，因为这个现代生活中压力都非常的大，所以就在放松。我们再看这一幅画，这一幅画呢就。有包括了这个，也是想象空间，是想象空间。哇，那您的空间也是太丰富了。我的画都是想象力的，想象力的挺好，就是让人家会感觉到色彩人生的多姿多彩。那当然，代表性还是非常好。现在是有母性的这个时代的家庭派。谢谢您的。